社区节目主持人奖得奖的是安利吉怒笔袋 Amy， 恭喜竹科广播股份有限公司。从科技城市循着河流上溯到坚实泰雅五峰塞下的缤纷多彩花园，恭喜原乡花园，让每一个走出无尘金源线上的灵魂漫游在每一座原乡花园，获得最原味最舒畅的释放。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其实我是牧师，我也是一位画家，但是今年第一次接广播节目就得奖了。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得到。我要谢谢所有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所有，特别是我们采访的所有的同胞。其实每一个故事背后都很感人，那也让我知道原来原住民是有那么丰富的这个素材啊。然后我们也看见有很大很大的可能。刚才有很多的客家节目啊，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节目会出来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我来了，这是耶稣说的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他，给我一条丰盛的人生，走这条丰盛之路。我更谢谢我亲爱的家人，在每次录音录到很晚熬夜制作节目的时候，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后盾。还有在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南澳的家人们，还有尖石五峰乡被我们采访的族人们，我们要把这个奖献给大家，因为有你们让我的生命更加的丰富，让我更有养分，能够面对未来的每一天。也谢谢评审给我们这样的肯定，真的很谢谢，谢谢。